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晨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 APP 全面通气。OK，好，先跟各位讲一声抱歉，我不知道之前其实有这种设定，就是在天地图这边有个箭头嘛，你把这边点开了，就是适合你的区域。照排位来说的话，我们现在是进入银牌区。不过银牌区很容易混到一些金牌的人乱入，就是。然后地图的话，地图方面是这样子，就是随机进入一个分流。OK，好。分流的话，这边是一二三四分流，但是它有开有排位，就是金牌、银牌、铜牌。好，那我上次其实我之前没有发现，其实我是金牌。然后之后打一打跟同学打一打，我就掉到了银牌了，很讨厌。OK，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任务模式。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所谓的任务模式，还有一些任务的，我忘了，没有了。任务的各种任务，很多，比如说抢劫啊、杀小什么的，或是开车抢劫什么的，抢劫什么的，还是抢劫，都很是抢劫。OK，好，那么直接进入到分流，这是我选的银牌的分流。反正我人物模组那些都换过一遍呢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太介意，不要太介意，不要太介意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胜败话蛮低的，我可能要冲回金牌。然后任务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什么任务，什么任务需要干嘛，需要干嘛。然后其实这一区的话，说真的，敌人会非常的强，而且不会很弱，会很强。啊，成就部分的话，我可能不太会想更新了，因为有些成就我更解不出来。好了，因为朋友的解释，所以说我才能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开玩笑的，好，开始游戏了。OK，好，这是我的人物，还是一样，像中奖嘛，不是啊？我尽全力把它给调得很漂亮。好，看老大。我还是觉得选择我这把武器就可以了，基本武器我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。OK，好的，开始。希望我看自己所有进步。然后之后我听说五星好像会被自己人干掉的话，就会得到，就那个人打掉那个人会有得到钱。好，现在哦有金牌，要蓝点的话就是代表要守住敌人，不让敌人到那个蓝区那边。也来不及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解掉了？好吧，刚刚可能只是乱入人家。OK，我们再重新加入个队伍。好，这个地方是要取得那个，他到那边去把货物拿走带走，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，那个你把每个地方都拿到货物的话，就会延长时间，最重要的地方。可是我现在都在乱入人家的任务里面，就是。讨厌。OK，好，那么尽全力了。感觉这边都被电的。27秒。以我枪法的话，我可以阻止他们，不过我现在好像有点远。我不想这样铜牌，很讨厌。你说真的，我胜算不是很高，也不是很低。啊，输了啊，没救了这场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我都乱入人家的战场里面，很讨厌的地方真的。因为我按 K 的话，人家只可以进行支援，就是。
好的，那一开始出了很多问题，没错，过是这样，不要出。那我就刚开始吧，这次我就开始了。那个任务就是要拿两个东西，可是我都好像在支援人家，就是属于比较支援的部分。因为我刚刚才按 K 嘛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就代表其实我是在支援。然后警察会守包，有时候是警察攻变成攻方，然后我们是守方这样子。不过基本上都是经费都是抢方了，看，最近有点会撞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车去这边差人差，有点差。来一发！我靠，没有人！啊，队友不给力啊！去桥上把那个干掉，然后之后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挽回一切。那很奇怪，就是我不是跟我朋友组队。顺畅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支援人家好像有点过头了。哦，这个好像是要喷漆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要喷漆。然后之后喷漆的话，东西不太厉害。旁边还有人，不太适合打，真的。他们程度好像不太够。就把远处那边干掉了。因为队友车真的不太强，有点弱。比较弱的新手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没救这场，没办法帮他们啊。没事。啊，故意的。很奇怪，我一开始就变这样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有点输的有点多，真的是，很讨厌就是这一点，因为有点输的太多了，我尽力了。因为说实在的，这种尝试我看多了。感觉他们刚都是都在点，五星的。
等任务吧。而且一定要经过任务，老大的好感度才会上升，然后接着更多其他的老大。这部分的话，我就无法否认了，说真的。不过，队友也是个重点，因为我跟上次跟其他几个朋友打，觉得还有展开，他们打应该不错。又不是那种花脸小奸小怠类型，讨厌一点就是现在没有任务了，人还是很多，但是没有任务。而且系统分配的时候分配很差的队友给我，不要看我这样，其实我刚那个时候还是金牌。要以杀人为主，这是杀人的任务。看他们就代表他们都被通缉，不是通缉了。他们杀三个人，这不太好。这样我们会追踪他们位置，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位置，但是我们为主，怎么可能输？我没办法一直打爆对面所有的人。是缺点，优点就是他们人真的多，而且好像听到人叫资源，我不知道怎么叫。一个，那狙击手部分的话，我真没办法打狙击手，是。他都不知道他没打，我不知道他啊！我杀两个人了，对不起。等下我都被金色的，哎，我被金牌，好棒、哦！我是金色的了，很讨厌一点就是这样子。我真不是故意要输给他们，但是大家就是。这个任务就是说要把那个物品拿着一段时间，到时间结束为止。M 老师要送到那个点，物品要送到那个点，持续一段时间。或者也许有些任务就是说把物品放那边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完成。看你要怎么想。反正我现在一定通过去先救队友就对了，救了之后再开反应波。哦，这是站点，它好像站点的，对。可是要输了，哦，喷气。分析的、哦，这么帅。子弹最重要就是，其实任务需要很需要的就是子弹，子弹是你的命，而且会非常需要子弹，因为其实我在打这几场过程中，其实我是很容易就缺子弹。
行了，老大好感度上升了，现在四级了。然后之后去附近，看看这位置，这个地方，不对，这地方就是可以那个补子弹的，停车场那边也可以补子弹，然后这边修车场花蛮少的。补子弹在哪？等等。哦，对，有些车子改装之后可以天然的，就是帮你补子弹，就是它卷车它就是补给站之类的。然后还有一些道具什么的话，我就不光多说，就这边有经历过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大概再开一个机场嘛，大家知道一下。开始到五星之后，我建议是个人建议啦。你如果不想让人家杀，你就随便杀一个，就杀一个那个同胞，就是抢匪或者警察，就杀警察，这样子降下来会比较好。不太建议，因为这样子其实有悬赏金额。再来就是说，刚刚那种就是。竞赛之类的那些，我真的不太适合修车厂。我觉得下一次我应该来教改装车子。不过解锁车子改装项目的话，这也是个盲点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锁啊？而且有些部分的话，我没法讲。可能我还需要几个朋友的帮忙，才行继续下去。看啊，OK，好。然后组队时候也可以叫支援，叫支援部分我还不怎么清楚，可能要多问一下。这样资源化大概变成九打九，没事。有警察，两个金牌的。哦，解锁，靠背。啊，哦，白痴哦，你要不能赔偿我，混蛋。这个好像是要去抢一台车，然后到 B 点，是吧？抢那 A 点的车，然后到 B 点，不太清楚。我英文真的有点烂，不是很烂，就是真的有点烂。我不太会沟通，那些都还好，看懂人家讲话就是。从 A 点嘛，到 B 点。哦，对，这关有。有警察哦，赶快绕路，赶快绕路，不理他，赶快绕路。你其他已经被追到了，靠北啊！有人撞墙了，啊，不是故意的。他们应该已经要先去那边埋伏了，还有只有两个人，我觉得还好一点。对吧？我现在是停下看嘛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
他不是躲他他。他应该觉得不太可靠。我靠，干掉了。没血了啦！要不要说这么打得赢的、啊？然后把车子给炸掉了。哦，谢谢，Thank you。我尽所能的帮他一把。开启账号，好羡慕他啊！应该直接下车的。他是故意的吧？妈的！这样也行。竟然拿到四人多。原谅我的无能。OK，解决掉。哇，天哪，终于解决掉他们。直接延长了，没错。只有五星的也软质了啊，就是怕被人杀。哎呀。
好的。刚放到五星的嘛，我现在把他干掉就可以拿点钱，或者是同队干掉他也可以拿点钱。重型我不支持哦。好，没人阻止我哎！狙击，狙击，糟糕，是机枪。狙的话要跟他玩近的才比较好打。讨厌。不太适合打狙。我可能要上桥，他是在屋顶上，各种不好打，各种不好打。因为这是要破坏车辆的任务。讨厌，他就在正在那边狙，这边不行啊。哦，对哦。坚强。讨厌，后面还一只啊！没注意到他。啊，这样不行了，这样输了。他挂机啦，讨厌。各种不平等。原本还蛮顺利的，不过算了吧。好吧，再打一场，差不多了。组队，好。现在的话，等任务吧。
叫我不要像这边这种任务，有点地形问题，而且我不适合打狙。对狙的话，真的不是太适合打。哦，fuck 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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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cking doing。但希望有敌人来。哦，和谐打这场吧。哦，名车哎，好。要偷车，这个是偷车吧？糟糕。这么轻松就结束了。不会吧？你不是在闹我吧？快快快快，快结束了！加油！隐形的，还有队友在干嘛？讨厌！我队友在干嘛？那我队友在哪里？来了。知道我跟他是分头进行动作吧？糟糕，我没看到那边有人。刚汇合好了，哇，真没有真没，糟糕。讨厌的狙击枪，
没有搞错啊？好感度上升了。No。好了，那就先到这边啦，差不多了。那大概都大家都知道，其实还不完整，就是我这样子打的话，还有很多很多任务就是了。好了，那这就先这样啦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我影片下面做小小的订阅，做个小小支持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